我要往这边转，还是你的眼镜是歪一边？其实你的 GoPro 现在是朝这边。是啊，算了，不要掉帽子，因为你的袋子是歪一边。我有桥哦。你这边收不够重。不要太紧。还好。我怕它太弄到弹性缺乏。我看，这边拉紧的话，它应该往右拉。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转我的。啊，反正你的镜头都歪一边，这样就这样。有在录吗？啊，我知道为什么了，我本来就贴歪右边啊。嗯，对啊，还一直想。因为上面有个缝，那我的可能是也是歪一边哦。嗯，我是在线的右边还是左边？偏左边，你的偏右边了、啊。对啊，我的也歪一边。好啦，我们的画面本来就都是歪一边。不是啊，你没有开始录啊？哦，那我的录了吗？你的一直在录、啊。是吗？对啊，我的也开始了。好啦，我看。有在数吗？有。嗯。它是充电状态吗？我看不出来、欸。电那边是电池是满格，我看到了。那电池是满格。看不出来吗？LED 上电池是满格啊。对啊。啊，你让我把扣子扣好，是不是？对啊，我的第一格竟然掉了。一下下他就装那么多了，哦，雪下很大，好冷。我刚一抬头发现一件事，它是有脚踩放的。你看我这边，哦，你看我这边要放下来才行啊。对啊，那我们就放下来就好了，放下来然后踩它。哦，这样好不好？你说脚和脚，而且刚好是右脚，你说踩一脚也好。对啊，踩上去吧。
是在休息啊。为什么要休息？啊？为什么要休息？因为我刚刚比较用力啊。走啊走啊走啊！你要去滑松松吗？哪里？左边啊，一点点而已。没有啊，那我停不下来。打了树一下。好冷哦。我怎么放下？啊，在这门。不会太凉，他只是露出了眼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的眼睛。
颜值上升。但是其实我就只有让他觉得你眼睛不会很凉啊。对，是再滑个三次就休息了吗？至少。你想要滑到什么时候？两点半，好吧。好啊，你就比大家早一点去坐车。啊？哎，怎么好卡住了？哦靠呀，你在干嘛啦？我的棒棒戳了一下，太水。打到我了，我一定要那个啊，不然他就要熬了。啊，你就拿起来呀、啊！对，我拿起来了，所以你就感受到了。推我一下，讨厌呢。棒棒的。啊，就是要注意呢。下面有一根。有一根什么？棒棒。扔掉了。我刚是在这个上面有看到。我觉得是一副雪具，甚至我要靠束带，不知道是看。但是现在雪这样下下，会不会就看不到了？什么叫看不到？就是在下面掉的。你说人家找不到了。哎，你不是说要放吗？啊？哦。我看一下。不行哎、欸，太高，我脚抬不上去。可以的。好，那就两脚都放。哎、欸，哇，哎、欸，还舒服，要要要，要舒服。那个就是觉得脚悬着很累啊。你要不要都放上来？我这样子不会用。脚抬不起来。对啊，刚刚觉得我脚抬不起来，太重了，就没力了，痛痛的。今天回去不知道会不会酸痛。我开始觉得要会。是吗？对啊。我越来越不用力啊，越来越脚没在用力。各种姿势也在用力。我觉得紧急情况我才会用力，我快要摔死之类的才会用力。偷看一下，来转过来。哎呦，你的也有水，你的是荧幕上也擦一下。哎呦呀，你刚好掉那沟，好担心哦。没擦。爆炸再一次。不要小看绿色，也是会累的。对啊。那自己带的水到现在都没喝。哎呀，而且现在喝应该太冰，我又不敢喝。我可以喝，但是我可能要再滑一两趟就会觉得渴了。唱腔啊！好冷，好冷啊！好冷啊！我
加了上面那个之后，上面很暖。好，现在只剩面罩下巴一点点的。所以我的紫色帽子没有戴，而且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紫色帽子很方便啊。就问你啊，我几乎越怕忘记，是所有东西会凑一凑，全部放在一起。嗯。啊，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了。我的雪裤还是等就是二月滑完一起洗一次就好了、啊，一样吧。我觉得你紫色这一件是新买的还是很旧的？就第一件啊。啊？第一件啊。它已经，你只能在不冷的地方穿它了。因为我不觉得冷啊。真的吗？你的大腿热全都渗出来了。没有觉得冷，可是它被洗了就不洗了。不，洗也只是防水啊。一件事是防水，一件事是隔热。啊，不隔热的话就会一直冷。我的融化度没有你高啊。嗯，你我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穿这件了，你一开始还有穿黑色，对啊。哦，我其他的裤子哦。哦，那件好花哦，不过那件蛮厚的。嗯，那就先穿别的啊。那你下次就穿那个，下次二月。嗯。哦，我不知道哦，明天绿色那件，我不确定那件顶不顶得住哎。下面或上面，全艇可能是上面。两个人在地上抱在一起，摔倒在一起。你觉得啊，瓶子的水结冰是从中间结一块，还是从边边开始结？中间结一块。嗯，我觉得也是。它又不是一个冰丸。哎、啊，我先拿起来喽。来喽，好说。然后震了一堆雪下来。等一下，先擦擦头破。好冷哦。好了好了，好像大腿有点冷。大腿上侧、啊。嗯。好多好多班还在那里讲话。嗯。什么？强迫把手放在后面。这是一班的，要做同一个 practice。有两班。我说现在是在滑雪的这个手架后面的一张，好冷哦！哇，好冷，对呀，觉得好冷啊。做好下车准备。다음은하강장입니다안전발을올리고내릴준비를하십시오刚刚小孩摔倒，我们就是讲韩文。네다음와는오리발을올리고像只剩一滴，哎、欸，怎么了？没有，那、啊、你胸前都是血。那不用管它。好了，可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想要雪大又觉得好冷。
是很多，我就会很紧张哎。我觉得我下巴很快中奖，我下巴是在外面，有一个洞。我也觉得好冷，自己就觉得哦，好冷哦。可能要戴国围。我都戴了。不是，没有，但你没有罩在口罩上啊。没有啊。我说是要罩在口罩上的那种。我没有要罩在口罩上，我把它接在一起。太冷了。哈哈哈朋友，朋友零吗？真的啊，即使认识，即使我这样让开，我没给他任何表示，他都没有前进。对啊。我毕业手势，他说：“哦，毕业。”前进的。有些人不就直接认识了就去了，我也是认识就去了。就是其实以逻辑来讲，你前进我也没有 delay， 所以我没怎么差。我刚就一直犹豫让那条路，不过他们要自己去。他不敢啊，没有礼貌。花的乱七八糟的，很吵很吵。那还在回头看，好看吗？不过这女的雪板，哦，可能跟她比较身高一高，要花多快？它坏掉了。它这个电脑永远都开。
给你。好。来了。很重。好了。抬上来，抬上来。三六九，很好。可以。别了，你不上。不用。用脚放松。哦，这种雪的大小，问题在于开车了。哦，你说我们带来开车，你会看不清楚？会比较看不清楚，这时候就要很慢了。而且不要太天黑走，太危险了。那怎么办？没有啦。那今天吃什么？晚上还是要出来吃啊。不过你也可以跟餐厅点餐吃啊，因为它本来就对外营业。也可以的。好，今天要吃绿罐头。我是觉得雪下大就开了，我们很长，就是更有理由开41架，而且晚上比白天好开。是吗？你等一下亲眼看就知道。我不是说看 YouTube 吗？他说白天雪大的话。上下左右都是白的，晚上简单一点，上是黑，下是白。上下左右都是白，我听不太懂。上面是不是白白的？啊，左边要是雪再下多一点，左边看也是白的，右边也是白的，你就几乎看不到。你都不知道路在哪。对啊，啊，晚上的话，晚上的话，地面被你车灯一照，白的，飘的白雪，白的。但是远远的地方黑的，所以会比白天好看一点，容易能见度好一点。好奇怪哦，就是前面都是黑黑的话，你就继续开；前面突然有白白的东西，你就要停下来，就是这个意思。啊，白天的话，你全都是白的，你只能慢慢开啊，要很近很近，可能3公尺、5公尺，你才看到有东西。就这个意思啊，因为你车灯开下去下山，有件事说白天就要开灯哦，是给后面跟前面看啊，对对对对对，那等一下上车提醒我，我刚刚差点忘了这件事，下雪的时候白天开车你要开着灯哦，那 auto 应该不会帮我开，对啊。不过我看着前面的车一直灯亮着，我大概会想起来说，要把灯打开。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们也是各踩一脚。是这样。好冷哦。你也只踩一只啊？对啊。因为一只脚比较痛。一直都是只有右脚会痛，左脚没有感觉。现在下巴暖，额头暖。没有，我好冷哦，我全部都好冷。你看，我这边就没有你融化那么严重，就是雪就盖在上面。就是我大腿吗？对，你大腿那个位置，它热都会露出来。你的内层也有穿的吧？有啊，然后防晒裤也有穿啊。变慢了。其实上面的人是负责觉得下面有滚成一团，就把那个钮按下去就好，再出来架嘎子哦。今天的雪，明天的雪道。我刚滑去那个交汇处那边啊，
就开始有那种滑起来没声音的感觉。嗯，对啊，边边那边好冷哦。你看裤管完全就是干干的，就大腿湿湿的。嗯，裤管可能松松的，没有手压在上面。我觉得天变亮了，好像是太阳可能在雪之上挣扎一下，太阳可能正在放亮。我现在去看一下我，看都是有点湿湿啊。我是说我要看我的口罩了。你上下都还好，下面等有点风，我拍个手。拉下。要拉了吗？你要拉，来来，头转这边。好，那我听一下，很多水。你那个里面也很多水。那个熊的音乐还是有，这是到站的就唱歌啊，是吗？你是说现在有车车要进站了吗？对啊，车到站了，有那么巧？我刚刚看车到站了，是这样，他提醒站务人员。那里有一个人穿超短版，哪里？这个黑白深黑，嗯，好像在溜冰一样的超短版，他怎么滑？不知道啊。走右边了、啊。哦。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在上面停一下下，再擦一次就好。打嗝都是咖喱。对啊，走吧。
怎么办？怎么办？啊，我知道了，我们应该去买一个小刷刷啊，用那个车子的那个应该就可以了。你要刷哪？把板子刷干净再放上车啊。哦，是啊。啊？是。敲敲敲，然后放上去。哎呀，啊，鞋子也是啊，刷干净再放上车。哦，全部的东西。啊。好。是不是？是不是？有道理。好，也不用买。刷车应该不至于脏到哪去。来了，来了。谢谢姐，还要滑三趟是不是？现在算。我忘了几趟，还好多，我不知道我。就2:30，对不对？对啊，现在是1:45。嗯，1:45，那我们现在上趟。对啊。哎，那个门，那个门有可以抓有人乱弄脸票，什么意思？那个门上面有个摄影头，嗯，那你感应过了就会有数，就会有 ID 嘛，嗯 ，ID 跟脸对不起来就直接抓。脸呢、欸？怎么看脸、啊？不用管啊，雪镜完全，雪镜跟帽子都不一样。哦，他只抓说这次跟上一次的人不一样就够了。哦，有吗？他真的有这个功能吗？我觉得有，那上面有监控。你刚撞了我板子一下，我脚超级痛。来，好痛哦！现在就超，我来了，现在就超级痛了啊，超级痛，超级痛啊！啊，这样可以吗？啊，你要不要调前后？啊，脚痛哦！现在这样不行吗？好痛啊！现在也不行啊，好痛哦！往前放呢？脚底板往前后，往后放。越级就是好痛哦！哎呀，我今天怎么了？好痛！哦，刚刚弄一下好痛。前放还是后放啊？小雪要变小。啊！一同样首歌哎，停不了。去好好看一下我的脚怎么了。你要45公里，这一次错了，坐上去就变50公里了，所以可能只剩3趟吧。是吗？你不是说一个来回15分钟？对啊，那个15是从下缆车开始算，不是从现在上去这一次要算。对啊。所以有一个尾数，可能2次就可以了啦。好啊。然后还要你要再等一班车下去。哦，那最好两次都休息。我今天脚真的很痛，就是坐缆车是我最痛，滑都还好，但是坐缆车我很痛苦，不知道怎么了，他没有办法负重。我看一点点雪变少了，你好冷啊。乱七八糟，怎么办？好冷哦。今天滑怎么样？开始进入练习，我一直在练习右脚，因为左脚我们应该都差不多程度，但是右脚我们都在怕重心放右脚。我好像有看到我自己左脚的时候，踩左脚我也会这样往山倒。是吗？那就多练了。身体不要太朝后，也不要朝山上，就是在滑行当中觉得自己是站得直直的，这样直直的吗？不是要往前？
对，往前啊，你有办法做到往前那就更好了，但实际上没有。脚痛，这样子很想要回去，就马上去洗澡，然后要等到九点。嗯，我们等一下路过的时候看锁了多少，外面放了多少鞋子，就知道它热闹程度。我猜礼拜六就是人最多吧。哦。还有外面的停车场那个车子的数量。哦，对。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预备的？预备什么？是哪一家是？就是我预备六家都开啊，每天都开了。我一说不是到晚上五点才开，不然带我们三姐就收工了。你说先吃再回家是不是？对，还是你要先回家然后再出来吃啊？没有没有，这样子比较省。好啊，那我先看一下，再等一下上车，刷刷刷，轻轻轻坐下来，看一下要吃哪一家。有一家小铺小铺。哦。羊肉呷哺呷哺，但是不是成吉思汗。羊肉哎、欸，你可以呷哺呷哺别的，但是它最有名的是羊肉呷哺呷哺。那就吃啊，很冷。嗯。煎需要我的脚。然后唯一的问题是，对，也有很多中文的也讲说这家好，因为它离火车站近。你是说很多？哎呀，昨天随便吃的也是进来都不是讲，只有一桌讲日文吧？对啊，我说的问题是说会不会有一大堆。一大堆观光客抢着去吃，可以碰到台湾人啊！很久没碰到台湾人了。嗯。哎、欸，刚刚听到了台湾中台就是台湾人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了。没去啊。嗯，不知道去哪里。那这也是黑黑的一块地。其实老实说，我有点想尿尿。嗯。但是我不想在身上尿，因为我觉得厕所好窄，很难尿。我都还有两次，我都很怕我尿到自己的裤子上。还有两次，你行吗？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嗯，乡下有厕所吧？一定有，缆车站一定有啊。有吗？有，搞不好缆车站没有，旁边拉面店才有。我觉得可能是拉面店的。那你就要走去左边那边，我们缆车站在右边嘛，左边那一边就拉面店。走去啊。因为没有想尿，那我要喝一口水。我要在哪里喝一口水？下辆车往右那个顶的地方喝一口。但是我又觉得喝一口很麻烦，因为我要把背包拿下拿出。算了，不要喝了。